安怎起码来邀请肯定熊先生吼，因为肯定熊先生早期吼过身的时，啊，就含肯定熊先生做熟识吼，就过世人的邻村吼，啊，下当当时过世人的过身，啊，到1970年代的时，这东华运动上重要就是这事。啊，后来伊也是这个王世荣做迄个亚洲这基金会，啊，即马伊也做亚洲基金会的当署长吼，啊，即马两位拢是伊的当署啦吼。啊，所以关系足亲啦吼，啊也做国防部的副部长，啊做国安会秘书长会，啊所以咱来请伊来讲，对对话一下，请。我先甲这个朱明亮介多谢伊邀请我来吼，啊第二，今仔日我是奉主持人交代讲，因为我甲西南兄甲王世荣先生哦，大家真好，所以两个小组我若无来哦，总是较歹势啊。所以我下晡我实在是困倒，是不使无来，我想是来才好啦吼。不过在这闲话话里，我先讲吼，但是我今日入来，我一个我发觉吼，台湾80年代哦，计划界这一挂，这财主甲美女哦。今日在做80年代，你看咱这大囡仔哦，读较好个哦，啊，较水查囡仔哦，咧美国、日本、澳洲，拢伫遐。啊，今日突然讲，哎呦，这两三排拢全是这财主甲美女伫个哦。哦，我认真甲看哦，可能出现了哦，啊，所以我是讲，这个独立人民啊，今日会当讲有这个成就，也是讲会当对台湾社会有这个影响力吼，就是因为当时拢在财主甲美女起伤侪啦。那老是搬去咧台湾哦，遐民进党可能更加出色。哦，所以我机会来讲吼，但是今仔日迄个所在，我先对王世荣讲起哦，我是单纯去的，你知？你对我来讲，难得你安尼讲什么俗呀？啊，甲拄啊，主持人那个小个，即马较歹吼。不过我甲伊有后了交陪啦吼。我嘛感觉想要甲伊同款，要较歹歹啊。所以我感觉小做必记一下吼。第一点呢，我是讲我着先讲细有影啦吼。其实呢，伊嘛是一个财主啦，伊是三角叶出身的财主。三角叶即马可能大家讲三角叶，你多恁大家讲，真侪人唔知影是三角。三家，你若讲王家吼，啊，王家，伊这是王家来阮王家的秀才啊。哦，所以你今日听伊咧讲，安尼讲安尼，吼，大家笑破啊，拍啊吼，哎呦，真好讲话哩了吼。啊，一群安尼讲了几落国的国啊，台湾也好讲啦吼，啊，中国的国甲恁讲，讲到我会更字啦吼。啊，我国话都也免讲啊嘛，啊，英文也免讲，日文也免讲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讲伊什么四川上海，你等下叫人刷哦，伊还要请人调酒，你叫讲我听，你会听清楚哩。但是伊一生哦，伊上骄傲，唔是讲即么红无骄傲，伊一生上骄傲是拍倒咱的现任的苏贞昌啊。啊，苏贞昌要其他各种不同话啦。哦，所以这是我讲伊八卦就出名了吼。啊，不过苏贞昌听的真多就无简单了，伊呐发布这个消息出来，讲哎。王世荣未来再讲哦，稍微创一，我看这两队迄队，我看比就我较大哦。所以人对较好，你就对人较好咧。哦，细杨爷吼，伊在亚洲条尾，你都有听伊讲已经20-30年的时间了。啊，其实大家拢唔知讲这个亚洲条尾是对咱影响偌大。我即摆甲恁讲哦，咱用一个比较好的话哦，这就是亚洲条尾赞助。咱用一个是。妇女、新女性妇女，就是卢秀莲做呀。有消费者的协会哦，这拢是。过来，代代有社会的呀，嘛是亚洲基金会合作。东吴大学有一个五二制英语法，嘛是合作，嘛是亚洲协会合作。咱有一个较早成立了一个国际学社，呀，嘛是亚洲协会啊。中国的故宫，遐一挂古物要搬来台湾，放咧故宫无地放，才出钱。
下手协会。啊，所以看，你甲看伊这英国看偌钱，看英国看偌钱啦。所以我伫讲伊哦，这点的是，大家拢唔知啦。啊，因为有这样的英国甲人民吼，啊，甲伊的建设吼，所以讲的甲人无共款。甲人无共款吼，啊！你若要讲甲伊亲像有八卦吼，伊若甲人讲吼，不管查某查吼，伊拢讲信你啊。所以讲，我另外叫阮伊信嘛，不输啦。哦，啊！所以今日伊唔敢表现啦吼，伊今日唔敢表现，我见迄是我见吼。但是起码吼，有两点，恁大家唔知讲，伊有出一本册，中国应该分为七国，七国论，这本册一下。啊，你若讲有意思，去买一本来看。你着呾讲，伊个心态是啥？这是十几年写，毋是今仔日咧讲党主管到啥物公司外口才写个。第二个吼，因为我调查老阿爷个关系吼，所以伊要去我就甲交代。即摆老阿爷150亿交转来，就去伊退还就对啦。无退还袂出来，150亿交转来，哦，这伊用我讲了，所以王顺龙我刚才讲到这吼，啊，你佫较侪，刷落佫拢会讲歹话，我袂讲嘛吼。啊，是啊，命吼，这是我甲因兜甲伊安尼交个交配是两代啦，啊，我会捌伊，是因为甲因老爸熟识是我。讲人讲中华民国59年，就是讲七五年、六九年、七五年的时候，我当选市议员的时候，我才捌拜因老爸，无捌过去毋捌因老爸。啊，我会捌53年先生邱明娘的老爸，就是郭富城先生介绍。所以郭富城先生、吴三林先生、柯世恒先生、谢世恒先生、甲瑞进先生。当时就一日到暗在因老爸办公室，就是咧为个即个台湾政治要怎样哦？迄有一个记录，头尾稍微三四年。啊，有人讲讲，大家即摆咧讲讲啊，即摆即台湾的政治安怎安怎？其实，咧反对党伫自由中国的反对党，只有国民党拢掠去的时阵，若无死人命的老爸。那无是人个老爸郭富城，佫继续维持全台湾的即无党无派的即联系工作，佮支援工作吼，伊也无党外，伊也无党外。伫即个所在，我记先记两个字。第一个咧，比如讲苏台计掠去，少年去甲斗相共，啊要去找啥人？因为迄个时。郭富城先生已经去做市长了，啊，我上尊敬这个朱明爷的爸爸，已经去经营企业嘛，所以做了主动遐个人，敢若剩一个郭富城就做这代志了，所以这非常尊敬啊。若无伊做了会延续这三四年来哦，不但袂着啦，等到民国59年，我才做议员，再来佫接这个班，我接袂着。就这点我是爱的啊。第二点我是讲要在这个所在，甲朱明爷甲你讲讲，你有这个老爸吼，你会感觉骄傲。1977年啊，台湾头一摆县长甲省市议员的选举吼，在恁爸爸的办公室内底哦，高玉秋、谢世英、瑞进、我，啊，搁这这人坐呢，欸啊！咱这兄弟要选举，啊，要怎样啊？因老爸就讲哦，都斗三工，所以无三工就毋知欠偌济。有一工，因爸爸甲叫去，伊拢叫我林祥兄嘞。伊已经70几啊，我才30外呢，我叫我林祥兄。你这钱吼，甲我提起，互啥人？台中的何春波也有啊，苏东杰因某宋后杰也有。我咧台中，我捌何春木，但是你要分林，我唔捌，我唔捌苏文杰，叫，我嘛捌苏文杰，我都唔捌你咩啦。你讲，你去哦，
北港恁甲问讲蔡都人知咧，你甲问就知影啦。就是因当组织反对党诶时阵，因咧顶头，你讲恁问蔡都就知啦。我真正毋知，我诶钱摕吼，真正去北港。我就真正去北港街啊，我就去问蔡都因头咧倒人，我问伊叫啥，我就去吼，蔡都出来，伊讲你倒来，我五三年前叫啦，安尼哦，伊还阁会记阮咯。啊！你讲你要买东西，伊讲拜托这钱哦，要摕予苏安外交选举。你讲你会当我使哦？我讲恁，我讲替恁感动。这两个咧，你着先看看啥物款。啊，所以世人哦，伊嘛无简单咧，有时大人的 DNA 啦。宜兰市长也做过，宜兰县党部主席也做过，啊，转来嘛足好命。啊，你嘛无想讲，我甲伊两个是国大同事呢，修宪的国大同事呢，阮两个啊，对唔？啊，你拄仔敢有想到讲，迄两项代志？哎，你要讲去会址，要去做大事啊，做代表。哎，今仔日外交部长咧，交部长咧啊，哎，你要招这？各国的大使要去会见迄个小国遐，要去开什么或者咩外交使节团会议，你是要开啥？你都去到大国的，啊！你去迄个小国的都爱坐了什么一百个啊、五十个，三飞机分三组，啊！再过来出出，你啊，你怎么叫这么有可能啊？但是人有完成啊，人有完成，对，搁一点，拄拄啊，咱有无听咧讲哇？南这个南海的公势是要怎样怎样？你不，你那讲规模有人伊完成啊啦？伊完成，直到迄个时阵，苏铁团队伊完成，刷落呢，马政权到马英九的时阵，咱这学界台湾的精英都在讲，遐个南太平洋大赛哦，逐工来一个啦，就讲我恁都唔爱操分啊呢，啊要怎样？所以迄个时阵，就是王世龙当时创的台湾亚太基金会，我拄啊做董事长，我才联络高雄市政府、中山大学、中央研究院，才请咱西南遐，将台湾这几个大事拢请去高雄开南太平洋论坛啦。你都讲规模有人，伊都做出来，你来讲，对不？好。甲只我话来讲，我即马请嘛吼，咱只代表，咱大家咧讲，我是台南人啦。不过咱只啦，即马做就起啊。恁定来咧讲话中间就讲，我们中国人，若是讲咱中国人，会你会闹气，你定来闹，嘴讲出来。不会啊，不会。因为，我讲几百声，你甲讲全台湾只人吼，动不动说我们中国人，啊，咱中国人是安怎安怎吼，伊头壳吼，咱拢衰老太久。衰老太久啊，所以即摆就问你讲，哎，我咱中国人是安怎样？我说拜托的，当作遐久啊，你还阁中国人？哦对，啊，这第一点，第二点哦，拄拄啊，是阿咩咧讲？看谢长廷做行政院长，我有转来甲伊面前，讲问讲，哎，啊，会址在倒？我行政院长都唔知会址在倒，啊，咱一般人要来知？啊，你讲南太平洋对咱遐要紧？啊，会址都你唔知，你是要做啥物工作？啊，有这点，咱就搁进一步讲。今仔全世界人咯，那若讲亚洲若发生啥物代志吼，无人问台湾啦，伊咧问中国、问美国对啊，问日本对啊，即摆来问中国对啊。所以我真早，我办八十二代的时阵，我就办亚洲。我是讲，台南你是要做亚洲人？也是最中国人，你讲好。即马欧水利啊吼，自十几年前伊讲要做亚洲人啦，因为你做亚洲人，人亚洲的代志，人再问你讲，哎，你嘛亚洲人一份子嘛？人再问你讲，哎，你嘛亚洲人啊？啊，你有啥意见无？新加坡总共才450万人，伊是亚洲人啦，伊是新加坡人啦，所以人亚洲发生代志，人要问伊。所以咱即摆都爱用一种，好，我是台湾人，我是亚洲人。你若讲我中国人可以，但是我是亚洲人，第二顺位我是亚洲人，对无？
就真要紧啊。但是当时四人仔去做会计大赛，大家敢有想讲我到今仔日，到今仔日咯，阿伯对美国倒转来，到今仔日才知影哇，南岛的平衡这个战略地位遐要紧，南岛的平衡这个战略地位要紧，佫关系到台湾的生存稳定。到即阵大家才醒起来，哦，迄小岛，小岛是小岛吼。所以你以后袂使乱讲屁塞话，甲乱讲，你敢知？对不对？新加坡甲屁塞话嘛，要到500万，迄顶拄仔你讲咧一万里个尔，迄佫较屁塞话，连啥物？日本的5亿哦，火钱呐，这是无够。尤其说，我来讲，台湾的国际观应该也有，后尾安怎面向人才？所以我话歹讲真多，我今日主持人甲讲上侪，等下。但你搞麻烦了，我都在这哈，多谢。多谢。肯尼雄先生哦，也当中是伫岛外运动哈，第一代到第二代啊，啊，以及建党的事哈，民进党成立是啊，足重要的一件事呢。啊，所以到我讲到，也当对一些哈，啊，党开始哦，啊，这亚洲基金会，啊，到这个亚太基金会，讲到这些哈，诶，足丰富的一个经验呢。那多谢了。